这是我老婆，这位也是老婆。姐啊，你小弄点，你那么叫逼人干啥？这名黑衣女子也是位老婆，但她的老公出轨了，她直接在大街上捉奸，跟硬扯小三的头发，还大骂小三。自己好好看看，这个女的出轨人家老公，两个小孩子，你一定很错愕，怎么会有这么见义勇为的民众暴打这名贱老公？因为事实是，打人的这位民众就是小三的老公啦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小三就是打人男子的老婆。剧情有没有很展开呢？司仪娟综合外电报道。